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介绍一些呢基本概念。第一个呢，遗传学，它就是呢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的学科。第二个呢，细胞遗传学，那么它是指呢在细胞水平研究遗传学的学科，或者说呢是根据遗传的染色体学说发展起来的，它属于呢细胞学与遗传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就是说呢，随着细胞学和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细胞学里面关于染色体理论的发展，那么把细胞学和遗传学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后来呢形成细胞遗传学啊，就是在细胞水平或者说呢在染色体的水平来研究遗传的学科。那么第三个概念是呢现代遗传学，那么它是指呢利用传统的和现代的高新技术以及呢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研究遗传学的这样一个学科。那么第四个，我们简单介绍细胞学，那么它是呢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以及呢细胞的生活史的学科。第五个，我们讲一下细胞生物学，它是呢从细胞的纤维水平、亚纤维水平和分子水平来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以及呢各种生命活动规律的学科。那么细胞生物学呢，它是呢这个概念呢是从细胞学演绎过来的。那么在1965年，罗伯金呢把他的在1946年著的细胞学在再版的时候呢更名为细胞生物学。那么这个的名称的变换，它具有实质的含义，就是说呢它研究的范围、内容、水平、方法、手段等等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细胞生物学和细胞学相比，它是细胞学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什么是分子生物学呢？那么它是呢研究生物体内重要大分子物质的结构与功能的学科，还有说呢在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学过程的学科。那么在有的教材上呢也这样写，研究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功能、形态、结构、特征以及呢其重要性和规律性的学科。在有的书上呢还有这样一句话说呢，分子生物学是关于呢分子遗传学的学科。那么到底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那么分子生物学关心的是核酸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它主要包括呢核酸的结构、DNA 重组、基因表达、基因组、生物信息学等五方面的内容。因此呢在有的书上呢把它叫做呢核酸生物学。那么在当年一些学者呢为了图省事和图新鲜，就用了分子生物学啊这一个名词。1938年呢，那么有人呢就提出来了分子生物学啊这样一个名词。那么分子遗传学，它是呢在分子水平研究遗传与变异的学科，或者说呢它是研究遗传信息的结构功能、传递规律和表达规律的学科。也可以说呢它是呢主要研究核酸的结构、遗传信息的表达、调控、遗传重组这样一个学科。那么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如何呢？那么在研究对象上呢，细胞生物学它是呢组织和细胞，那么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核酸、蛋白质、糖类等所有的生物大分子。那么分子遗传学呢，它所研究的对象呢就是核酸。那么在研究的内容上，三者呢也有区别。细胞生物学它研究的内容是结构、功能、
分子生物学呢，它研究内容的是结构、功能、信号、信息的传递。那么分子遗传学它所研究的内容呢，主要是信息的传递。在研究手段上，三者呢也有区别。细胞生物学它研究的手段是纤维、亚纤维、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那么分子生物学呢，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那么分子遗传学也是用呢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三者之间呢，可以说呢有联系，但是呢不等同。分子生物学是细胞生物学的发展，是处在呢更高一级的啊更高水平的生物学。那么分子遗传学是分子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呢分子遗传学是分子生物学的核心部分。我们呢不能把分子遗传学单纯的理解成呢中心法则的演绎。那么在传统的一些观点认为呢，分子遗传学等于中心法则，实际上呢分子遗传学不能够完全等于中心法则。另外呢，分子遗传学我们也不能把它与呢生物化学等同起来。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介绍一下呢分子遗传学的诞生。我们说任何的学科的诞生都有它的起因，也有它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各种实践。那么分子遗传学也是一样。第一呢，我们讲一下诞生的前奏。在这样一个阶段呢，有这样几个比较重要的实践啊。第一个呢，蒙丹尔遗传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发现。我们知道蒙丹尔他发表了什么呢，植物杂交试验这样一篇论文，就创立了遗传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第一次呢提出了遗传因子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遗传因子就是我们现在呢所讲的基因。那么蒙丹尔的工作呢，为现代遗传学的发展和诞生可以说呢是奠定了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呢，把基因的发现，或者说呢遗传因子的发现呢，誉为呢人类最伟大的史项发现之八。我们知道呢，人类最伟大的史项科学发现呢，勾股定律、微生物存在、三大运动定律、啊物质的结构、血液的循环、电流、物种的进化、基因。热力学定律啊，光波里的二重性。那么基因呢排在了第八，所以呢最伟大的十项发现之八。另外呢，在1868年呢，瑞士的一个科学家叫米歇尔的，他从这个外科的这个绷带上呢就发现了一团呢就分离了一种呢有机的物质。那么这种有机物质呢当时叫做核素，实质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DNA。 那么这是我们人类呢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到遗传物质，也是我们人类呢第一次有了遗传物质的这样一个概念。在线工作在1910年，摩尔根呢对果蝇进行研究，就发现了伴性遗传现象，创立了遗传学的第三定律啊，连锁互换定律。他第一次呢把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认为呢基因在染色体上直线排列。那么他的工作呢为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促进了分子遗传学的诞生。所以呢摩尔根在1932年呢就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还有一项工作呢，在1927年呢，没有了用 X 射线照射果蝇，使果蝇呢发生一系列的突变，那么它就开创了诱变基因突变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开创了分子遗传学的新的一章。所以在1946年呢，缪勒啊也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1928年菲利菲斯肺炎球菌的转化实验。那么在这个实验里面呢，他就发现了遗传物质是 DNA， 是分子遗传学诞生的萌芽。但是呢，格瑞菲斯的转化实验它的结论呢不是太清晰。那么后来呢，到了1944年呢，艾弗瑞用准确的实验结果证明使肺炎球菌发生转化的物质呢是 DNA。 那么他的工作呢为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呢，在1940年呢，贝德还有泰特姆他们呢对红色面包酶营养代谢进行研究，提出一个基因遗种酶的这样一个学说。那么莱德伯格呢发现了细菌基因改变的第二种方式细菌结合，第三种方式呢转导。这些工作呢对分子遗传学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丰富了呢分子遗传学的内容。因此三个人呢在1958年呢三个人同时获得诺贝尔奖金。第二个阶段呢正式诞生。在这个阶段呢也有一系列的重要的事件。第一个呢专业抑郁症。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我们知道呢物理学和化学飞速发展，好多的物理学定律啊化学方面的定律都一个一个呢被人们发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些搞物理的啊搞化学的一些科学家认为呢在物理和化学领域这些新的定律已经被发现完了，没有什么新的，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因此这些科学家呢得了一个专业上的抑郁症。第二个事件呢一份专注的影响。那么在1944年呢奥地利的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他呢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呢什么是生命。在这本书里面薛定谔指出目前物理学和化学很缺乏能力来说明生物体中发生的各种事件，但是呢丝毫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能用这两门学科来说明。特别是在这本书中呢他预言说呢生命系统中可能存在迄今未知的其他物理学定律。那么薛定谔的这本书和他在这本书里面的预言是许多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认为呢可能搞生命科学研究搞生物学的研究有可能发现一些新的定律啊。所以呢一部分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呢也转行进行呢生物学的研究。这个事件是呢原子弹爆炸后的震惊和抑郁。那么在19世纪末呢我们知道德国的科学家伦琴发现了 X 射线，最先揭开呢核学科的面纱，所以呢在1901年呢成为第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那么后来呢法国的居里夫妇呢对核裂变的爆炸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了20世纪后呢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质量能量公式，揭示出呢人类可以将物质的部分质量直接转换为巨大的并能被人类直接利用的能量。那么这些呢都为原子弹的制造呢奠定了理论基础啊。另外呢丹麦的波尔、意大利的费米和德国的哈因等人他们的研究有进一步论证呢核能可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啊。特别是约利奥啊，约利奥是钱谦强的导师了啊，也是这个居里夫妇的女婿。
他把呢二百升重水啊，就在德军呢占领挪威以前啊前期哈，把二百升重水运到美国。那么这些呢，是吧？是原子弹研制原子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都具备了。那么在二战中，为了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那么美国呢试图研制原子弹进行了威慑。爱因斯坦呢当时呢就给罗斯福总统呢写了一封信，那么在整个信里面呢，他就描述了原子弹生产啊研制原子弹的这样一种呢可行性和可能性。我们看这样一句话，我的义务是提醒你注意下列事实，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那么实际上呢，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呢就是呢呼吁或者说呢建议美国政府尽快的研制原子弹，对日本政府进行威慑，敦促他们呢无条件投降，实现人类的和平。那么到了1945年春天呢，美军占领了德国西部。那么这时候发现呢，德国的原子弹研究，还仅仅是处于呢实验室的水平。就是说呢，德国在当时离生产出原子弹还有很远的距离。所以这时候呢，科学家们呢又呼吁呢，说没有必要再去研制原子弹，就害怕给人类留下无穷的后患，就建议美国政府呢不要再生产了，就说不用生产原子弹，德国投降，日本的投降也是早晚的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已经是阻止不了了啊，阻止不了了。那么美国把原子弹生产好啊，研制成功以后呢，就在1945年8月上旬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就投下了2枚原子弹。那么在投原子弹的时候，科学家们又建议说投到呢人烟稀少的荒漠的地方，对日本政府进行一个威慑注意。但是科学家们的建议呢没有被采纳，2颗原子弹呢还是投在了日本的2个人口比较密集的2个城市啊。这是爆炸后的一片废墟啊，一片废墟。